Highlights from the Xi Xing Dialogue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lian,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Lippo Group and UPH. 印尼的金融体系或是银行体系呢，我们的这个财务结构呢都是非常的强。然后呢，我们所有的可以说应该是说所有的这个大企业的财务结构呢，资产负债这个比例呢也处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这个状态里面去。印尼的经济的抵抗力呢，要比起1997年的抵抗力呢，强了好多好多的。